时光荏苒，慈济在马来西亚转瞬已是20年，跨越隔阂，不分种族宗教，要用20年取之当地，用之当地，步步难行，步步行。蓝天白云的身影，慈悲大爱的脸谱，坚持不移的初心，恒持20年。以陪伴的力量，以生命影响生命。受助者蜕变成志工，从病苦中看见生命曙光。爱的教育，打造社会未来希望。生根人文，净化人心，阐扬人性真善美。慈济清流20载，细说这无数爱的故事。2012年6月17日，马来西亚分会特别举办一场推介礼，希望集合超过1500位慈济人，一起筹募教育中心及喜圣大楼的建设基金而努力。这场推介礼意味着马来西亚分会慈济医疗置业会务推动即将展开新的里程碑，对站在台上的陈亚瑞来说，意义特别深重。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昂贵的喜圣医疗费有了着落，他很难继续活下去。当年喜圣中心的成立和陈亚惹的苦难人生其实有一段渊源。当年年仅42岁的陈亚惹已丧夫，靠着微薄工资独自抚养3个孩子，生活已是清苦，天意还做弄人。1992年，陈亚惹成为单亲妈妈，仅咬牙关苦苦支撑了4年之后，医生诊断她肾脏萎缩，需要洗肾。When I first started dialysis, I was very, very weak, and I didn't know whether I would survive. At that time, I really wanted to give up. There's no nothing, so very bleak and no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But because of my children, I held on to life. 北海修道院法兰斯修女的一通电话，把慈济志工引到了威北平安村雅惹的家里。破入木屋，3个小孩正蹲在地上，手练着手势，折着民间祭祀的纸衣，志工心中隐隐不舍。陈亚惹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却因生活病痛所逼，必须依靠折叠民间信仰的纸扎品过活。但这个委曲求全的微薄收入，又该拿去补贴艰苦生活的哪一项呢？1993年起，慈济志工济贫救苦的足迹，在步入冰岛及卫省之后，在人称“东方之珠”的岛屿上，就发现暗角内需要帮助的家庭，许多都面临如此贫病交迫的境遇，其中更包括了许多肾脏衰竭患者，甚至为了家贫自愿放弃生命。贫因病起，病因贫生。面对喜圣的命运，昂贵的喜圣费，加上孩子的教育费，陈亚蕊一家陷入更窘困的境遇。那个时候我们尝试筹备一家喜圣中心，是提供全面的喜圣服务。
1996年9月至10月间，槟城慈济职工决定设立洗肾中心筹备小组，感恩正向人颔首慈允，慈济职工加紧了脚步，积极建设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救命地标。定了一个 mission， 我们是要做这个洗肾中心，要为那个需要洗肾的人服务。1997年8月3日，马来西亚第一所佛教慈济洗肾中心在万众一心的祝福下成立了。坐落在槟城东区歌德路住宅区内，佛教慈济洗肾中心提供的是费用全免的洗肾医疗服务，一般在私人医院或洗肾机构治疗。一次洗肾需要麻痹250至300令吉，每个星期需要洗三次，每个月就得花上麻痹3600令吉左右。陈雅惹洗肾第一个月，因不懂得寻求收费较低的洗肾机构，一次300令吉的洗肾费一下子就将他折纸扎品6令吉一日的收入消耗殆尽了。1996年12月，陈雅惹接受麻痹500令吉的生活补助，成为慈济人关怀照顾的家庭。1997年8月，陈雅惹成为洗肾中心第一批圣友，解除了他生命中最大的压力。槟城佛教慈济洗肾中心提供全免的洗肾服务，让他感受到大爱的力量，生存的希望。没有你们全部人上来爱我们吗？我们今天就会站在这里。曾在生死边徘徊，三个年幼的孩子让他决定坚强地活下来。孩子是他的希望，孩子如今已成人成才，圆满了他最大的心愿。15、16年前，马来西亚肾脏科这个服务洗肾这方面还没这么普遍，就是没有这么广泛。那你要找一些收费稍微还付得起的，没这么容易。那除了政府医院、县医院或者一些私人医院，政府本身也没有办法负荷本来就已经有的那些病人嘛。当年马来西亚其实有超过50%的已经是说肾脏衰竭的人是没有在洗肾的。慈济医疗救护网持续着展开。2002年3月7日，第二家佛教慈济洗肾中心在吉打州瑞德拉小镇落成，第三家佛教慈济洗肾中心则在同年11月28日与北海的巴彦雅站成立。2010年，吉打分会净思堂在亚罗士打成立之后，瑞德拉洗肾中心也迁移到吉打分会，空间更宽阔，也可容纳更多圣友。Saya pergi cuci di Dialysis Penang. Rumah dengan Dialysis dekat Penang tu kurang 45 minit sejam. Jauh kan, saya ikut highway lah, ikut jambatan. Kalau cuaca baik, okey. Kalau hujan, masalah dia kena berhenti pakai baju raincoat. Kan, kena bawa baju spare baru boleh sampai sana. Lepas itu, lepas dialisis pula, selalunya pesakit lepas dialisis dia letih-letih lah. Atau pening kan. Masalah juga nak balik ya. Dah panas, cuaca panas lah waktu itu. Kalau rasa letih pening, saya berhenti tepi jalan, rehat dulu. Bagi stable lah, saya terus balik. Sekarang alhamdulillah, sekarang dialysis center ada buat di Batu sini ya. Dekat jarak sikit dengan rumah saya. 20 minit, 25 minit je tu saya ambil masa. Kurang membahaya, masa pun boleh jimat lagi ya.年增加的圣友，医疗基金负荷甚重，但救命救心的念头不曾动摇。中心费用大部分源自于各地各区定期推动的资源回收及各类义卖活动。那时候
因为我们一路都听到上人叫我们说把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也刚好呢有一个因缘，就是我们要做那个洗肾中心，缺乏一些基金，那时候还没有分区，所以我们整个槟城岛屿的那个志工然后一起去了一个点，一起来进行资源回收。那时候我们很单纯的思想哦，就是做就对了。1997年6月间，毫无经验的情况之下，槟城慈济志工首次召集200人，在达羌堵大型组务区挨家挨户宣导资源回收。从自身做起，进而延伸至邻里间，再推广至公司同事，最后影响了整个社区。慈济环保志工实践了知福惜福再造福的精神。已故圣友张美英生前接受慈济补助洗肾医疗费，当他知道资源回收的款项是洗肾中心重要的经济来源时，他决然投入环保志工的行列。即便往生之后，其丈夫也延续了太太的善行。我们说，如果我们也在做资源回收啊，你们这边甘榜也可以来收吗？他讲好啊。那他那时候气力还很好，他人家再来他会整理啊。我讲你们有的报纸什么不要烧掉，纸箱什么留给我，商家要做什么讲要环保啦，给出去帮帮穷苦的人啊，这样讲他们就很有爱心，统统收集起来。那有的拿去烧掉嘛，报纸啊，以前拿去烧掉咯，冒西山烧咯，烧了地球不好咯，环保就够好咯。大概是100多间那样啊，以前是隔壁的说给我，现在整个新生都知道，因为看到我先生在嘛，我先生星期天早就整个早上在了。之前前年啊，他带我去那个洗肾中心开幕的时候，看我看到人家很多人洗腰子很惨咯，一些人没泪咯，那我想到回来，哎呀，不如我就这么有空的时候，我就去做环保咯，去跟他们收些东西，跟他们说什么听啊，说我出来环保，你们可以给东西我。六旬草根阿嬷罗美娟自1997年开始，每一天定期挨家挨户去做资源回收，10多年来始终如一。大家一点一滴的善心，无畏辛劳，就只希望能够为苦难的圣友点一盏灯，献一份力。庞大的洗肾费用来自十方捐献，用爱、汗水、欢喜的给付。每一分善款的运用，就考验着志工们智慧和慈悲。患者提出申请后，志工会做家访，给予评估、研讨，接纳开案后，随之而行的必然是长期的陪伴与关怀。如果我们要建好一个真的洗肾中心，至少要筹100万。你可以想象，那10多年前，近20年，100万到底是什么数字？到今天。不只对我们的志工，对槟城有很多慈善团体，一些佛教团体还是充满感恩。然后我们一开始讲说我们要建一个不收钱的洗肾中心，就看到很多的慈善团体都愿意帮忙。为筹募慈济洗肾中心基金，慈济志工早在1996年11月8日至10日，甲滨州大会堂举办慈济文化展及感恩晚会，3天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陆续前来参与，纷纷肯定慈济大爱理念及实作的精神。祖母长老、续藏法师及妙香灵主持、庆余法师、檀香寺唯物法师、弘福寺文建法师等佛教界高僧大德也莅临主持开幕典礼。洗肾中心落成之后，募心募款的行动未曾停歇。始于1997年，马来西亚分会慈济志工从槟城开始，每年举办义卖会筹募基金。几年推展，马来西亚分会各联络据点亦相续举办。洗肾洗心躺在洗肾椅上，血液在流转着。墙上大爱台里的正言上人正纯纯地叮咛着。清洗身体的过程中，染着的心也被法水清洗着。身体的病痛容易被照顾，心灵的伤痕则要用爱来陪伴了。
洗肾中心要有志工的团队呢，就是要去关怀肾友，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肾友他自己本身一患上肾病的时候，尤其你是在20年前，大家对肾病的这种信息啊都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很清楚。1999年3月21日，洗肾中心成立了肾友联谊会。洗肾中心的肾友、补助在外洗肾打针的肾友及家属们都是参与的对象，目的就是提高肾友护理人员和志工之间的联系。我们就会到他的家去做访视，肾友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孩子，他们其实才是肾友自己本身最重要的支柱。所以我们会去做家访呢，除了肾友自己本身要出来，他的家人其实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出来做志工的。家人生病的时候照顾他的不是我们的志工团队，而是他家人的支持跟家人的陪伴。假如我们可以引导到他们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圣人的法对圣友的话会更有效。我们有时候去的时候我们不会用书的，我们都是用卡带的，因为我们让他们听圣人自己本身跟他们讲的。几年下来的推动和发展，让圣友和志工人数不断增加。因应当时的转变需求，后期不再办圣友联谊会，除了医疗志工、洗肾中心的护理人员和同仁更加积极的定期家访，直接给予圣友们爱的陪伴，也鼓励圣友们加入志工行列，在付出中感受单纯的喜悦。每一年的志工培训课程，圣友和家属成为见习志工的人数逐年增加。2012年开始，槟城和北海两间洗肾中心的圣友和家属自组成志工小组，成为马来西亚分会第一个由照顾户组成的志工小组，借此带动许多圣友从手心向上变成手心向下，学习做付出的菩萨。更令人感动的是，当中有好几位圣友志工也受证成为慈诚委员，共同承担慈济事，将对病苦的埋怨悲痛化为积极的助人力量。2010年7月，来到北海佛教慈济洗肾中心洗肾的圣友李元新，因感受到护士和同仁们真诚的关爱，加上在洗肾的同时有机会听闻上人的法，从2011年3月开始茹素，并学习做资源回收及招募捐款会员，更在同仁鼓励之下接受新进志工培训，希望成为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慈济人。年轻时候的李元兴时常对听力不好的母亲失去耐心，大声说话。母亲的爱是元兴在经历过罹患糖尿病、青光眼及肾病种种的无常考验，让他几近失去生命中所有的一切之后才学会珍惜的。失去工作能力，又要负担昂贵的洗肾费，加上失去挚爱的妻子和孩子，让元兴差点走上绝路。人忙真不能忙啊，可是我是很是能帮助别人的。上人说一句话，有烟就有力，有发那个烟，他就有力，就会成能实现了。可是我就跪在上人的前面的时候，我就说我能不能上回去收拾呢，我就这样成功了。过了不久，我就开始我的朋友叫我去做工，做那个通那个马桶的阻塞的，是很错了，可是他的工程很高啊，他说一间给我150块，一间可以做啊15间，也是20间这样。他说我的朋友说他的工人不要做，是叫我去做，你要做工程的就可以给你。不到一个月我就介绍个烟机的人，现在我在前面吃现了，所以我就能回去收针。虽然因为青光眼视力越来越模糊，但是他在道心上比任何人都坚定，一直闻法若渴、行法精进的李元兴，更准备好要在今年2013年年底回到台湾受证，一辈子都要走在慈济的菩萨道上。马来西亚分会慈济联谊会的医疗团队，从2011年开始。
始定期、定时、定点的向慈济志工和社区民众宣导定期健检、保护肾脏的重要性。仁医会致力透过健检活动宣导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希望人人正视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在发作之前掌握病情、掌握自己的身体，真正成为身体的主人。根据马来西亚卫生部调查显示，肾脏病患每个月必须花费2500元作为洗肾和红血增长剂的费用，许多肾脏病患长期庞大的费用而被迫放弃治疗，可是一旦停止洗肾就活不了了。因此慈济决定筹建大型的洗肾中心，目前工程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到时将会容纳108台洗肾机，为更多肾脏服务。然而大家知道一定要回到根本才能够预防胜于治疗，于是除了仁医会，早在2009年佛教慈济洗肾中心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向肾友家属、慈济同仁及家属推广肾脏保健的计划，希望可以降低更多人罹患肾病的几率，开拓更大的洗肾空间，增加仪器和医护人力，为的是能帮助也被宣判一辈子要洗肾的病人，同时加强健检与宣导，提倡预防医疗，帮助仍有希望挽救健康的人。慈济洗肾中心和仁医会双管齐下，守护肾脏的健康。2011年8月23日，慈济马来西亚分会仁医会正式成立。仁医会的成立更集中专业医护人员的力量，不论是社区亦或是萍乡僻囊，只要有需要都会看到仁医会身影穿梭在健检、义诊、网疗活动中。贫困大多数由病而起，如能及时预防治疗疾病，使其再站起来为家庭担当责任，就能够恢复一个家的元气。追溯回草创期，早在仁医会成立之前，慈济志工在进行慈善工作之余，也特别关注照顾户的健康状况，每逢岁末发放都会举办义诊活动，当中也有不少医生放下繁忙的工作投入服务。20年来，第一位承担慈济义诊工作的就是这一位邱光荣医师。有讲来这边开开手术咯，然后有一个 medical clinic 咯。I was the first doctor, you know. 我本是 Buddhist, 做 charity, happy to take part 咯。然后我教我自己的药剂咯，我自己咪开开了。We feel that you know, people need help 咯。We are in a position to help them. We feel very, very good 啦。